消防署为致力提供优质救护服务，由2011年5月起，已经就流血、四肢骨折及烧伤三类常见个案，在调派救护车后，向召唤者提供简单的急救及省时指引，并在2012及2013年新增抽搐、中暑及低温症适用的指引。为了进一步优化调派后指引的服务，消防署引入新的电脑系统，利用一套国际认可的法文指引软件，协助消防通讯中心人员按各类伤病情况提供全面适切的调派后指引。在派出救护车之后，指导召唤者为伤病者提供协助，稳定伤病情况。新的调派后指引包括身体创伤、不省人事、心搏停止等超过30种伤病情况，基本上涵盖了消防处在日常紧急救护服务召唤中处理的所有伤病种类。老婆啊，一入嚟啊，老婆。老公，发生咩事啊？我啊，头先半夜时叉错脚跌咗落嚟。等我报警叫救护车先。我头颅可能流血啊，而家。知道。消防队老师，先生，请问我帮到你？我想要救护车，我老公跌倒啊。事发地址喺边度？新文化中心便利店。而家用紧嘅电话几多号？12345678。具体啲话俾我知发生乜嘢事？我老公头先执货嘅时候擒高啊，跌倒啊，而家头流紧血啊！我依家派紧救护车嚟帮你，唔好收线住，睇下警察有冇其他问题，之后我会再教你点做。我哋冇嘢问啦，交翻俾消防处。系，我已经派咗救护车嚟帮你，唔好收线住。你而家系咪佢身边啊？系啊。佢几多岁啊？47。系，佢而家系咪清醒啊？系。佢有冇呼吸啊？有。佢喺几高嘅地方跌落嚟噶？大约4尺度啊。点解会跌落嚟噶？佢头先可能执货嘅时候咧，唔失去平衡跌倒啊。系几时发生噶？啱啱啫嘛。哦，有冇严重出血啊？佢头流紧血咯。佢系咪完全清醒啊？系啊。佢仲喺唔喺地面啊？系啊系啊。我会仔细咁话俾你知，跟住落嚟应该点做。唔好喐佢，除非佢有危险。唔好用夹板处理任何伤口。我而家教你点止血。得，好，你等等下。系你讲啊。留心听住，确保我哋做得啱。攞条清洁嘅干布或者毛巾放喺伤口上面，然后用力咁揿实佢。系，唔好揭开嚟睇。哎，我帮你揿住个伤口先。哎呀，痛啊喂。哎，系系，揿咗。由依家起，唔好俾佢饮嘢食嘢，嗰啲嘢可能会令佢唔舒服或者引起其他问题。如果冇必要，唔好喐佢，叫佢留喺嗰度唔好喐，等救护员嚟。如果佢变得唔清醒或者呕，尽快将佢打针。如果佢嘅病情加重，立即打翻俾我哋，我哋会再教你点做。哦，好。嗱，做咩啊？做咩啊？弹亲啊！石吸出嚟啊！石吸出嚟啊！石吸出嚟！等我喺救护车。吸出嚟啊！消防队木柴冲，吴安有咩帮到你？喂，救命啊！我爸俾鱼蛋近住啊！事发地址喺边度啊？翠林村宝林楼3602单位。你用紧嘅电话号码几多号啊？87654321。具体啲话俾我听，发生咩事？我阿爸食紧鱼蛋粉啊，佢而家个样好辛苦，讲唔到嘢啊，唔知系咪鱼蛋近住啊？你可唔可以搵人嚟帮我？我已经派咗救护车嚟帮你，唔好收线住，我会仔细咁话你听，跟住落去应该点做，唔好拍佢背脊。而家你喺咪佢身边啊？系。佢有冇呼吸啊？佢有呼吸。留心听住，跟住落嚟我会仔细咁话你听应该点做。佢系企起身、坐低定系瞓低噶？佢坐低嘅，佢坐低嘅。你跪喺佢后面，用两只手揽住佢条腰，你一只手握拳，你另一只手捉住个拳头，然后响拳头放喺佢肚腩对上，确保喺肋骨同胸骨对下。到而家为止，你明唔明白啊？我明白。双手快速用力向内同向上咁抽入佢上腹，继续做，直至佢可以讲嘢为止。如果佢昏迷，你要立即话我听。未啊，都唔得啊，点算啊？嗱，唔好放弃，继续做，直到佢可以讲嘢为止。佢咳啦，冇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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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翻翻出嚟，冇嘢啦。